各位朋友午安，大家好，欢迎来到这里王府参加我们今天的2015年中研照盘盂兰盘会中大会。好多谢今次咁多来宾又捧场啊！大家希望大家每年都可以喺度见面。今日食得开心之余咧，首先我哋欢迎大家上席啊！好，咁我首先请色格国际色格文化中心主席啊郭兆明博士，我哋讲几句说话嘅。大家好，歡迎大家每年一次的孝道大會。這個好重要，中國人的文化呢，一沒有孝道呢就不是中國文化來的。以前我們古代很多人說說要揀風水位啊，那些人走了就要找個生辰跟他撞好啊，怎樣富貴啊，他撞完就幫人差事的了。是啊，好容易遇到祖先的忘記曬啦，所以人啲福氣唔夠嘅。咁小弟咧，咁啊幾十年來咧都叫做平安大吉啊，咁啊小勞多得。咁啊，所以我哋每年咧都要有一個心咧係懷念個祖先嘅。咁啊，今日大家歡迎參加呢個聚會。咁啊，更加好開心咧，因為啊黃旭文兄咧，佢又可以叫到好多啲長者嚟。咁啊，令到長者咧又有意思咧參加呢啲聚會咧，因為呢個場咧佢間開咗嘅，係唔個積啊，唔係打通唔到啊，嗰度有成30位喺度。咁啊，希望我哋將呢個孝道嘅傳統咧，啲年輕人咧要持續落去。如果呢個人咧冇感恩嘅心咧，譬如我哋喺世界上以前啲大老闆啊。他一認識你的年輕人呢，一覺得你對父母不尊敬呢，他的心不出聲，不會重用你的。所以古代很多孝感動天的，為什麼他連父母都不孝順，你怎麼交朋友呢？他的家人都不好，你怎麼交朋友呢？是吧？所以年輕人呢要記住，即你連個人感恩都沒有，你就很難會富貴，人家不會給機會你，就是說你反骨啊，個人反匹仔喎，呢大件事。咁啊，希望年青人有機會將嗰個孝道文化咧要宣揚嘅，特別喺我哋中國人社會，係嘛？你唔好整啲西方文化嚟咧，話兩仔爺食飯咧 AA 制，咁啊即係撲街㗎啦，係嘛？唔係我哋玩嗰套。跟住咧就留學翻嚟咧，爸爸唔識英文嘅，佢兩幾個姊幾兄弟姊妹全部講英文。那我好朋友跟我投訴了，我們怎麼不見過博士在家裡過，那3個兒子都講英文，一聽見廣東話就糟糕了，是拿錢那一刻才要講廣東話的。所以很惆悵，因為他爸爸做廠的嘛，做廠的人以前我們那一代沒有讀書什麼仔的嘛，那有錢就給了上車留學，我回去全部浪費了，一聽見廣東話咧，就睇獎，屌你啊！即係所以人生好惆悵。好啦，今日咧我哋咧就大家簡單嘅，盡量簡單。我哋祝福你哋大家所有嘅祖先，大家都要祝福啊！你個心諗啊得噶啦。個理由點解咧？我哋嗰個喺呢個宇宙嘅心靈嘅 energy 咧係好強噶。你諗住你而家為祖先祝福？咁一陣間我念少少嘢咧，你哋男人咧用左耳聽，女人咧就用右耳聽。個聲音入嚟咧，你又諗住你全身毛孔咧啲聲音變咗金色嘅功德嘅力量咧，係俾你祖先分享嘅。希望你嘅祖先咧，無論喺邊個空間喺個宇宙嗰度，都帶嚟好運。啊！我哋仲一點咁嘅心靈嘅力量，個宇宙係好神秘嘅，大家上網啊睇到啦。南无达僧巴巴罕多那拉罕多萨玛三菩提僧，布达迦拉楞伽伽弥，南无迦拉楞伽伽弥，僧伽迦拉楞伽伽弥，南东尼尼东那玛曼格隆扎罗刹玛尼多萨克舍萨多，
爸爸卡卡都说比浪啊看灯不打了爸爸里没三门铺安东里没灯我阿门格浪扎罗刹马里波萨克拉谢萨铺爸爸卡卡都说比浪啊看灯怎么了爸爸里没三门铺安东里没灯我阿门格浪扎罗刹马里波萨克拉谢萨铺爸爸卡卡都说比浪啊看灯神卡罗巴维里维沙曼托迪亚塔翁玛斯卡毛里布达亚索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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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呢，因为今年呢，今日是我们庆祝中元节，今年呢在很多国内和在世界各地呢很多啲有意外的事，咁我哋希望咧，藉呢個中元節咧，祝翻咗，祝福嗰啲枉死咗嘅人，喺意外過咗身嘅人，都希望佢哋安息。而家開始個頌歌咧，叫《大金剛明真言》，大家可以上網搜尋嘅《金剛明真言》，係我哋一個傳承嘅大法嚟嘅。咁我希望嗰啲枉死人咧，都能夠安息。大家又要學正文，男人左耳聽，女人右耳聽，咁將你以前做的善事呢用來祝福這些這樣的過去的人。爹塔嗡嘛木卡毗魯扎拉嘛哈穆拉拉嘛哩布達瑪佐哇拉布達嘎哄嗡嘛木卡毗魯扎拉嘛穆拉拉嘛哩布達瑪佐哇拉布達嘎哄嗡嘛木卡毗魯扎拉嘛穆拉拉嘛哩布達瑪佐哇拉布達嘎哄嗡嘛木卡毗卢扎拉玛哈穆拉拉玛利布达玛佐阿瓦拉贝尔达洪。好啦，如果大家翻屋企，有人发梦见到你嘅先人，咁你又通知个秘书，即系我喺呢一个月内啊。如果你啱啱听唔到呢盘咒语咧，你翻到屋企，你见到人发梦，你会发梦，咦？见到以前啲先人喎，咁你要通知我。同你執埋啲手尾啊！呢個係另類嘅學問嚟嘅。咁啊，多謝大家嘅嚟臨。咁我哋今日咧就有一啲好嘅節目，由阿大貓介紹啦。有啲節目噶，嗰啲跳舞開始係咪啊？邊個啊？唔需要啦。咁啊，我哋唔再掌聲食嘢。咁啊，開始節目咁啊，多謝大家嘅光臨啊！唔得場。